每次从家里回来都带这么多东西，这房子都放不下了。要不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？嗯，不用吧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多温馨。明天我收拾收拾就好了。等我下班了帮你。 我们是夫妻了，以后请多指教。你也多指教。 我今天就要洞房了。如果你觉得想再等等，那就拒绝。可是我们已经领证了。哎，那就是合法夫妻了，你还纠结什么？可是我紧张。 嫁给我，后悔吗？不会，我现在很幸福。
回。怎么醒这么早啊？做早餐给你吃啊。亲一下。你先去洗漱，你还要上班呢。新婚快乐。新婚快乐。我不太会剪。没事，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慢慢学。亲一下。那我去上班了，老婆。拜拜。拜。